最后放入葱花，上次放的那个韭菜我觉得不好吃，我觉得还是要放葱花才好吃。最后要放点香油，芝麻油。嗯，好香啊。你们都看我的视频都以为我不会做饭，其实我做饭还是挺好吃的，最起码我家里的人都喜欢吃我做的菜，然后做的什么饺子啊包子啊什么都他们都喜欢吃。然后这边的饺子馅就完成了，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一会儿。我现在来看一下面好了没有。哦，这个可以看得到，我现在面差不多应该快发好了感觉，但是我这个面活得有点软了，我今天早上放水也放了比较多，好像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这次看一下还没发到两倍大，再等一会儿。今天我又忙着给他们做包子，做那个鲜肉的包子，刚刚早上把那个面粉放进去，放点酵母，然后现在在发面。看一下妈妈的这个，妈妈现在要开始做包子了，看一下。哇哦，哇，有盘这个样子。对，嗯，那走吧，对对。哎，生的不能吃。然后把这个放进去。哇，它已经发得很好了，都已经，你看全部都是孔。这个软的，好软的，这个。哇。哇，这个好软啊，这个面啊，你看，拿一个保鲜膜给我，把它包起来。你在那鼓？我要这手，我要这手。让它再醒一下。刚刚把那个肉包子全部都放到锅里面蒸了，蒸好了。我看了一下，好像这肉包子惨不忍睹，不能见人啊！给你们看一下，看一下肉包子，妈妈的，这是我，嗯，我做的，你做的，现在这个都破了，里面都粘了，好像有点。你要吃哪一个？拿一个出来让米娜试一下。这个是你的吗？嗯。好多馅儿啊！妈呀，都粘在一块了。嗯，拿着这个。粘在一块了怎么办呢？粘在一块是什么意思？就粘在一起了呀。哎呦，破了！哎呦，破了！哎，全部都破了呀！嘿、哎，都粘在一块了，嘿、哎、嘿。妈呀，这包的什么包子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这都粘成这样了，怎么办啊？这还能吃吗？哎，都成这样了，你看。啊，嘿嘿。包子没有一个好的，好像，哎呦，全部都粘在一块了。这里面还有汤汁呢，但是都破了，惨不忍睹，简直。哎呦，我的，还有汤汁呢，你看，全部都失败了。哎，这什么呀？我的妻子为什么没有？你妻子在这里吗？这是我的。这个是你的吗？我的不太知道。这是你的芝士吗？嗯，这是我的。最好的是这个，这我的。你吃吃看吧，吃吃看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吃这个名菜你就快了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真的？盐有吗？嗯，盐。嗯，看到吧。马子，我女儿说好吃。哎，失败，再做一次。嗯，这次做的包子失败了，太失败了。嗯，没做好。哎，我老公回来了，让他试一下。阿爸，馒头卡套的死。阿爸，包子好了，快过来，过来试一下。干嘛？包子好了。好了。嗯。吃吧。我吃了一个。嗯。这是什么呀？你也吃一个。我吃饱了。是不是呀？我老公不吃我的包子，老公。你看太不给面子了，快点来！哎，怎么会都开了呢？怎么办呢？烦死了！我也不知道，不要自己做，叫外卖是吧？嗯。好，你看都成这样了，这个还能吃吗？什么呀，这个？包子，吃。
힘들고 터지가 哎呦，汁汁不要流下来了，还有汁呢。有吗？有。哎，不要放进去啊！吃过了还放进去。好吃。好吃吗？还可以啊。太淡了，要再放一点盐，对吧？嗯，还可以。好吃啊。还可以啊。骗子，不管做什么，我老公都说好吃。老实说，好不好吃？嗯，没事，我不打你。好吃啊。哦，那你都吃掉。哦，好的。嗯。晚上就是这样啊，没有饭。晕死。泡菜呢？泡菜，你自己。没吃，我吃过了一个。嗯，你为什么会成这样？不知道。肉还蛮好吃。好了，我老公把一个包子吃下去了，没有晚饭了啊！哎呀，我老公说包子就不要做了吧，要自己买。知道了，下次再也不做了，做的我手都快揉断了，酸死了。现在下次就买了，买的包子比我做的要好吃100倍，我感觉不是我不愿意做，真的是我实在是手艺太差。嗯，不过失败是成功之母，再做几次说不定就好了呢。我吃饭了。啊，我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呀，什么都是 steak 牛排，啊，好香吗？这个是我的鸡汤，他们都不吃鸡汤，不吃我一个人吃。嗯，好吃吗？真的好吃啊！哦，小心这个纸，把纸拿掉。吃这个，中国的包子，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菜。哇哦，还有好正宗的芝士在哪里？芝士没有放呢，现在这个不是妈妈做的，这个是妈妈买的。嗯，这个韩国鼻花很好吃，比韩国的好吃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好吃你就多吃点。